新店静思堂超过千位的慈诚委员和环保志工进行总彩排，为岁末祝福做准备。手语演绎、舞蹈、佛陀看透生老病死，领悟人生智慧。法海中企划团队特地设计新型图案，呈现慈济精神。常说的一个同心嘛，那外圈一个心，那中间的人，那我们就是同心放在一起。那两边的人就是看着中间的人，他也是一直在学习着我们，那也是看着我们的行为。百岁人医陈奎村年纪最长，但他知道在慈济路上跟着走不会迷失方向。每一字每一句用力也用心呈现，大家目标一致。所有人当然就是一心的，我们要跟着上人走，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双手合十朝向这个我们的慈济 logo， 那我们心中就要念的朱醉郎对苏古比亚。不论是资深长者还是新受证的慈诚委员，来自各行各业齐心演绎，要用手语转法轮，让佛法融入生活，利益众生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高全发、钟雅琴台报道。